Team.我操！哦，少干你他妈干你！我操，一滴血！血块儿！对劲谁啊？一个炸弹绝活！炸弹人啊！刚只剩一滴血，你还追？只剩有炸弹人绝活啊！我知道啊，一滴血也跑了。败了，我就知道这个树打不过你好兄弟。那真没打过，被我好兄弟杀穿了。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，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。我逼他200，让他这样送了。对，要不然。这拉扯高手就知道是纯处。不要20刀。我的肤色确实。他一直叫闪了吗？他没叫吧。开玉局要多少钱？13才能开玉局。13。有13，你要超过13哦。就13。没有，你13你可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哎呦，我觉得你找不到。守护之人。记了呀，让我们合伙干吧。我有个顺飞的黑粉群，2000个人，现在只剩50个人了，一直炸炸群过后就保不起来，炸群对，一直炸，然后炸到现在只剩50个人。
请让鲜血都流出来吧。上路上路抓不了，下路下路也抓不了。我猴子已经空了一半。Shut down. Double kill. 你别这么爱说。我现在有心脏的优势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我燃烧你们了。血块变厚。我这边。弹力温州红米哦，就一个，但我操，要不我靠打了都。比骆驼还小一点，但他在骆驼身上吐多了，我那个顺风不可调跟骆驼差不多。这喜欢狗叫的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会玩的呀！拉扯高手，你拉扯你妈的拉扯高手！吸扯高手，我操！一次中，拉扯高手妈表了。这边有毛，这边可以拖一下，但是在蓝哥后面会不会？变成低呀、啊、发点力呀、啊、为能不能来个挂机的呀，OK 下路九分钟掉的一塔，大家也疯狂拼，我已经被看到了，急了，我让他帮我抓了。 OK 1v2， 你好兄弟 1v2， 我看看 OK 是这样子的，收获之月，多美妙的名字。主要这滑板鞋会去哪里呢？来一坨鲜血！我操！这么快就没兑现期了，让我们合伙干。你干活，你干活干啥呢？哇！我觉得你让我做什么？今天再可以装一波。这个为什么没闪击啊？
不太熟悉，这点我看到都是这个。我的杯子。绝对装一下，绝对装一下。他这把全村的希望，我操！这把全村的希望，我呀，我全村的希望来了。但对面，哎呦，这个。如果是英雄，一般来说不是药水加多兰吗？如果全是要有两个数据的，如果没有买药比较多兰。一种。我操！我操，这个头不是我的。收获之月，多美妙！我不去了，我掉发育了。我掉好多发育。一次重大的抉择。妈不要了。啊！炮车漏了，先锋给了吧。让我们合伙。我操，我们这单子好惨，这边那个打野刀点满了，我们这个还差十二次。
妈的，我今天好吵啊！妈的，我怎么看的？切换。好他妈吵，日日都吵，我操！你赶紧隐身吧，把隐身效果听到。守护之玉。哎，主要现在我去哪里吃线啊？我吃不到线了。武器落荒而逃啊！我是一只独立的猫。再爆你450的等级。没技能，一次重大的抉择。技能好了，我没技能冲不了。我的杯子已经空了一半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一直这不是嘎了。你在这儿？应该差不多。我补 Q 的，我操！打武器感觉不对，好恶心啊！哎，他主 Q 我几乎就是全程自麻。守护之夜，多美妙的名字啊！我玩艾特最爽的就是想听这个。艾特爽的几率在八百五。
拉斯高斯不是脑残，是个秃顶的。